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下那个袁氏家之一的王猛。王猛的画的特点呢，他是用细笔平毛笔，他画的呢往往笔墨会比较多，一层一层。在用笔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轻松自然，用笔稍微轻快一点啊，用笔很丰富、很放松的啊，这种力量感、某种稳定感就要更强。王猛呢，他表达的色头的结构关系呢，也就更细腻，也更充分。那个用力呢，一定要很沉稳的过去，该轻就轻，该重就重，瞬间变来变去。这个是画好王猛色头比较重要的一点。